特别高兴今天又看到大家。 Hackathon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想法的这么一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跟行业里边最顶尖的企业去交流。我们这回为大家邀请了这些企业。来这里的感受呢，是真的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朋友都很有激情，然后都很有想法，同时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对一些大的趋势AI 啊、大数据啊，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所以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 Connect together, together with Bosch, together with yourself as a startup, right,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work across the world. 我觉得每一位极客其实都是可以改变世界的火种。 I want to get experience, I want to meet more people. 希望能和队友能好好相处，能做出来一点就不太一样的东西吧。像我参加 Hackathon 的目的主要是认识新朋友和学习新的知识。 Yeah, I learn a lot of things.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around you, but you don't know until you jump in.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干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而且还有这么好的队友去一直帮助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最后也能看到自己做出成果出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样的比赛虽然说累是累了点，但是能够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之前一直在网上看，其实想象的差不多吧，但是第一次去的体会有，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同事。And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about this hackathon is that we will be happy for 36 hours, 36 hours, 36 hours straight. 其实我想不通大家为什么来这，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们最好享受今天晚上就好了，享受今天晚上就好了。More than 48 hours. 我们这几天就每天睡两个小时。半夜四点钟去给别人提供帮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爽的那个。这次我们的团队其实我并没有事先在群里面找好，那我是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在招聘版里面，然后聚集一大部分朋友一起组成了这个Hackathon队伍。来参加 Hackathon 主要就是像一个 party 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享受比赛本身。Hacker 的黑客松呢，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的一点是把行业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叫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我们希望能够寻找到制造业的方向。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行业的大咖和各个技术领域最头部的 Hacker， 这是最好的去向他们学习的机会。连接全世界的 Hacker， 解决重要而迫切的问题。The students can really showTheir strengths and their skills, and we can coach them to bring their ideas to great result. 我们也会去观察和这样一个团队，它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来说是一些 talent。这里高于了系统这个领域的时候，这个比赛的组织方很多是那个知名的一些企业，他们是有具体的一些产品的。我所做的这个算法的这个工作，能够用在他们的这个产品上面，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服务，这是我所。
参加比赛的一个初衷。有这些专家在场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然后我们对我们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实际上在这个环境下是有一些小伙伴他们给我们提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把我们这个东西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希望借助这次活动寻找出来更多的黑客在这三个方面有非常卓越的成就。 Yeah!